嗨，早安！现在是在冲绳的第二天早上，时间早上的9:10。我今天真的是睡到自然醒，那现在要赶快下楼跟朋友们一起吃早餐。早安。是10:20，我们终于要出门了，准备出发。今天第一站先去美国村。从刚刚停车场离开大概190公尺，就可以看到这一片的美国村。来美国村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雨，懒得带伞，刚好这边的帽子呢，一顶2900日币，我觉得还蛮便宜的，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蓝色的帽子。1 应该是 Okinawa 盐巴的口味，然后跟这一个限定的皮卡丘口味。哎，盐巴好好吃哦！上面是当初汽水。哎，芒果好吃，盐巴蛮好吃的，盐巴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下面是喜欢什么吃的？热食，红茶的。我觉得不会太甜呢。你刚刚说你要是酸的，结果点的都不是酸的。后面的在吵架。等等吃完，要往下一张前进喽。美国村真的很大，大到逛不完。我们只有逛一个小区，然后吃了一球冰淇淋之后，现在就要慢慢的往国际通前进。离开之前买了一件背心。你说那个啤酒的名字怎么念啊？欧利用的背心。那去找车子，牵车之后就出发国际通吃饭，耶、yeah! 开始逛国际通咯。首先第一站先吃烧肉，吃饭日式烧肉 GO。 要走哦，要认真吃哦。你刚刚买的耳坠吗？
你要给我看一下你的耳坠长怎样吗？哎、欸，你的颜色跟我挑一样的哎、欸。我们现在来逛衣服咯，是在美国村有看到的店。开了那个国际通之后呢，要回家之前，我们又再一次来到附近的超市买东西。对，昨天买了两车，我们一个晚上就吃的差不多了，所以要来补货咯。补货，补货，补货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